天不落大暴雨，天背着水，等要停水了。刚看到那个微信里的通知，现在水都变小了。本来说要给朋友洗澡的，那几天一直在落雨，没办法。真的。朋友，今天啊，有点脸劲哎，我今天来冲冲冲就耍。今天都靠那一盆水了，要充气。幺九妹他们街上都淹了。好久都没有下过那种暴雨。你们两个那两个乖点哈。昨天来我能买四十，今天来整个猪蹄儿。先来烧起。给它烧黄了。等我们先起那一半，然后那一做好那一半就是等我姐姐回来洗了，先给它洗干净，现在给它分开，啊，终于把它整下来了，先弄起来焯水。姜片、料酒、汤了水，拿刀给它划一下，焯好了给它捞起来。冷水给它透一下。现在来炒糖水，用小火炒。开始冒泡了，好，可以了，放开。给它冒均匀，开水，倒点老抽，来几个花椒，姜，大海椒。煮开了给它弄到电饭锅来慢慢炖，刚好放下我的天呢，好来哟，洗几个香菇，洗洗它和那个一起炖，好了，放那个大里面，香菇，那三个包谷都是今晚上的主食，不用煮饭了，差不多了，哇，很安逸了。洗个锅，巴适。给它稍微切小点，别大块了，很安逸啊。这个尝了吗？看起来安逸。你好久买的？昨天买的。不久。谈一下吃不吃？哎呦，好了哟。等一等我。你等它冷到去。
没事，这个皮子好安逸。那些汤汁全部倒进上去，吃饭了。哎，吃了啊，陈先生。好了。好不好吃，陈先生？可能有点不注意，有没有盐吗？有啊，可以。哈是哈的，对，那个瘦的，那个瘦的你喜欢吃？他磨练了，那就吃啥子？那个瘦的啊？不是，我就是今年。多吃点肉，还有那么多。太舒服了，尽量少吃，有点油腻。我刚刚好。吃不吃披萨？嗯。那个肯定油。哇，没吃多。那头瘦肉安逸，蒸笼那个还算成功。拍过，想吃啊？来吃一头，好不好吃？整头瘦肉，晚上那些东西不要吃多了。对身体不好，那个留起明天想。